是不是觉得高？我都快烦死了，每天都要洗车，每天都要洗车，车还没洗完，洗了两天了，洗了两天还没洗完，我真佩服你。我都不想洗了，都破车了。哟、啊，我不想洗了。咋？那泡泡就就去吧。那边行，那家去吧。看这，哇，看这，哈哈哈哈，赶快洗吧。你洗了几天了？我真的洗了几天了，我都烦死了。你洗了几天还没洗完？你笑死我了！你咋不洗？我也不看。汪汪汪汪，真恶心！爆浆了，我操！给个特写，对，给个特写，然后再看我。为了我的东北之心呐、啊，快点！这是喷的第一道清洗剂，然后再擦一遍，给大家看看是什么效果啊！来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是不是干净很多？没啥区别感觉。哎，这个人刷的干净些，看到没有？对呀、啊，你看这个我刷的，这个的没啥区别，真是没啥区别。哎，有啥区别？有区别，你看。区别很大，好吧，稍微白那么一点点儿，这没黑漆墙，你看对吧？但是没这个白呀、啊，哪能刷刷呗？这凳子不洗，就洗这俩凳子，一个是驾驶室，一个是副驾驶，这个一定要洗干净。也是青皮的啊，妈的，刚才说也是青皮。哎呦，还青皮的，当年买的还是顶配是吧？是豪华版的是吧？嗯。豪华版面包车是吧？嗯。豪华版，我谢谢你豪华版。哇哦，新车耶！哇哦！哇！你看我把这个屁股撅了，你看。屁股撅得高，哇！这个必须得夸一夸，必须得夸一夸，这个必须得夸我们啊！你挂起，没擦干净，没擦干净，还像我碍事，还像我碍事。我那车不给你洗，洗个车不咋还挨脚踢。应该是喷一点擦点，喷点擦点的哈。嗯。你看这，那都已经干了，很明显，上面下面不一样。听说这个拆洗一下需要5-600的，我还是省一点吧。我决定要开我爸的面包车去109青藏线捡铁去，怎么样？1.5块一斤，捡它满满一面包铁，是不是？怎么这也划算？可以每天可以赚个1000来块钱，生财之道又来了。你说这个水搞进去，它会不会生锈啊？会。管他呢，反正好几十都面包车了，生锈就生锈吧。冬天玩面包车，夏天玩摩托车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不冷不热玩房车。现在太冷了，只能玩面包车去东北了。其实为什么要洗这么干净呢？主要是这次去东北啊，还有一些老朋友见面，包括是以前我骑摩托车去东北认识的老朋友也好，还有就是在那个东北等着我一块去玩的老朋友也好，我把他这个车洗干净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不能让老朋友看到我这个车那么脏，多难看，与我很邋遢一样。哎呀，我妹呀、啊，不开工资就是不行，你看跑了，不给我洗了。洗完是不是干净多了？虽然说还有很多脏东西，但是那是纯粹是洗不掉的，但是肉眼看起来就很干净。然后它是中控台，等一会儿再洗。我现在在洗这个门，看这个门黑成这个样子啊，记好现在这个门是什么样子，等一会儿洗出来再给大家做个对比啊。我太累了，好了，开干。洗干净了，我爸不让我用车了，他会让我用的。感谢关注，感谢支持，没有关注咱们关注，点点加粉丝团，还没有走，我爸还得叫你一声表叔，那你是谁呀、啊？辈分这么高，我爸叫你叔，那我不得叫你爷了吗？
我洗的把袄都脱了，你知道我有多热吗？啊妈的，告诉我。啊？你呢？啊？你洗的。谢谢说我问题。不知道，不认识那个人，不知道谁。哎呀，走过的天气可干了，全是飞。上次我在这穿二层多的，我二层高的，也穿飞。你都几年没戴二层了，还二层？我塑料袋能吃饭，真的。好累啊，累胳膊。我爸的来见证奇迹的时候，来给大家看一看啊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当当当当，干不干净？跟刚刚对比一下，是不是很明显？但是这视频里面看着感觉有点点黑黑的，但是实际上肉眼看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了。看，也很干净了，好像这块还有点黑，到这给它擦一下，再洗一下就 OK 了。漂亮吧，然后全部擦洗干净就可 OK 啦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爸这个车上面布一拿开、哦、慢慢擦吧，加油努力，拉屎要用力，拉不出来没关系，就想放个屁。你吃的是粑粑，你吃咱妈一咱妈一把屎一把尿给没拉里，滚，本来就是俩，快来帮忙擦，我快累死了，哎！滚！好了，副驾驶的门、驾驶室的门，包括这两边都已经全部洗干净了，这已经尽我最大的能力去洗了，洗成这个样子已经很 OK 了。接下来就洗最后一个门，就是这个了，把它给洗干净就 OK 了。唉，累死了。